要！炸 A 两下，平的炸泰坦，平的 C A 接个扣，接平的闪现走。我的妈呀！变成泰坦了，二换一不太赚呢，关键我们没集合呀，集合的比较慢呢。谢谢妈妈什么玩意儿，妈妈基办妈基勒基，谢谢妈基勒基的办卡。出把三项啊也行，我操，我再扎，我能扎到他，他扎不着我。我再扎，我扎。我扎 A 两刀，平 A 走位，扎。怎么厉害？他上来了，还我扎 A 两刀，平 A 接个刀，接平 A 接 A 接扎接点烟，莱斯劈。我操，算了走了，兵线能往回推没事，这边有炮车。我们曾是美好，你图个啥？我就是想吸他，不行吗？我记得他真先吃个药，扎一下，补个车，一下平 A 接晕，接掏一下，接平 A， 接平 A 接扎，吸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 W。让他给跑了，哎呀，这小兵挺会补啊。又来了，信哥，一下 W A 一下掏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赵信来了 ，A 接杀，接 A 两刀，接平 A， 接 W 走，接个杀，接 C，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链，接平 A。这个英雄如果在前六级的时候啊，是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取消这个灵魂的，你只能一直用他的魂，用十秒。我仍能听见他的回家。剑袋呢？
没带征服者，没带，我带的强攻，他打强攻快呀，扣一下 W W， 不是扣一下 A 两下 W A 两下，或者扣一下 A 两下接个平 A， 这都打强攻很快的，两刀就出强攻。我带过征服者，感觉不太好用，我抓 W 平 A。平 A 接扎，接 A 两下 E 一下，接平 A， 接个扎 ，W 的蓄力过来，接个扎，嗯，接个扎 ，W A 两刀扎一下 ，A 两刀接 C， 别吃了，为啥别吃啊？吃啊，干啥不吃啊？不吃白不吃。哎，蓄力，我扎 A 两刀。点燃 Q 平 A W A 一下，接个大招闪现 A E， 吸，士兵剑，或者薅扎走了，不打了，溜了。我推荐负 E 啊，不要负 W， 负 W 一不减 CD， 二不加控制效果，只加一点那个伤害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用。谢谢鸡的力量的飞机儿，控一手线儿吧。出了点事情，不好意思。非静止画面。打不了掏，不杀了。去波中路，这波去波中路，看看能杀几个啊，兄弟。我们应该要无敌了，这波去中路。这卡牌还不走，有点让我不知所措。一强，看他往哪跑了？
W、JR 掏不行，杀不到，杀 ADC 了，杀 ADC， 我从 W 掏 A 两下，掏一下 A 一下平 A， 一下先杀泰坦，掏一下 W A 一下接 C 勾 ADC A 接 W E 给大招 C ADC。为什么这个技能不是无敌？哎呀，我好想吸一下！哎呀，我不吸，我应该是死不了。不吸了好了，给我瞎荡了！我操，我700块钱呢。先出个海妖啊！沙漏一塔没了。他敢让我在这儿啊？他敢让我在这儿，直接自己拆塔，小伙子。走位，走位，扎他一刀！你好像很皮，很骚啊，兄弟！啊，你很骚啊！我一看你，有这么骚吗？扎平 A 两下 ，A 一下接个大招，扎一刀。哎，还不能先杀这凯爷，真是操！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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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过塔了，把凯爷杀了，他没牙。这不他不是他没牙，是都没有牙。漂亮，这波双杀。菜属于正常现象，因为我也没玩几把，菜属于正常现象啊。他是唯一的星光，看顾着我的长路，体验一番，小伙子。你回中吧，我来上路。玩一下，玩一下，我也没玩几把，我玩了五六把也就。我可以从死亡的血口中将他夺回，无人可以违逆。我没有找理由啊，我没有找理由。我说菜属于正常现象，咱还没找理由，我也说菜了。我这是长印了，别曲解我的意思啊，别曲解。你跟我打，打不了平 A 两下，掏一下，套点盐平 A。这把怎么感觉攻速没有平时的快呢？中路找波卡牌吧，看能不能杀塔，先给他守下来吧。谁来军带水了？一下 W 控住 A 一下掏一下平 A， 平 A 接大招 C， 把中塔拔了。
烦死了的凯爷，我扎死你！哇，这赵信这么猛！我没到呢，等一会儿呢，等一会儿会儿啊，这还没到呢，可以上。A 接掏接平的，那赵信装备那么好，不往上冲？我操你大蟹手，你让我往上冲？好扎。我扎一刀，立下心。算了，小龙，那赵信星石蟹手，天哪，你不敢往上上，兄弟，我这啥老破装备啊？立下 ，W 吸。假装打不过，在这等一会儿。A 点燃扎平 A W A 再 A A 接掏，等他闪平 A 一下 A 接都接大招啊！吸黄牌，呵、yeah! ！给我晕死！吸。起飞！这怎么移动速度这么快呀、啊？这啊！我操！我起飞了！我这移动速度，我这移动速度也太快了！我怎么回事这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我这也太快了这！出 bug 了，你这出 bug 了呀！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那肯定没见过呀，头一回。忘体谅啊。来，给我画个圈儿。给我杀！这 ADC 是没看见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眼瞎了呢？一下打不了平 A 出 ，A 接掏，接大招 A 接掏，差一点点，这就搁在那控我！我的天，你们三个人打不死一个吗？那泰坦呢？就撵着我控啊！我操！就第一个控没控着，第二控继续控，撵着控，一直控。团灭了吧？一换五吧？活该吧？该。
就是不给我吸，挺烦人。啊！我复议的，我靠，这技能伤害有点低。这哪儿这么猛啊？一打五。等一会儿啊，看看有没有人。让我逮到了，不吸了啊！这 ADC 没个吸，烦死了，太烦，太烦人了，这太烦。回血，我寻我吸了还脆，我吸了还不如不吸呢。本来我挺肉的，我吸个 ADC 再脆了，但我仔细想呢，还是应该吸。有人我们就应该吸，因为吸完我们可以有大招。这波确实是傻逼，应该吸，只要有人就得吸，不吸白不吸。这波怎么能没打赢呢？你说，首先我们把 ADC 杀了，啥技能都没有了，这边完事儿。这赵信这么肥，还好输了？不应该呀，没有我不行了呗，这就是。直接开吧，啊，不行，直接开吧，可以打。哎呦我操！我直接大走吧，这给我打的没让我动啊，这也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我赶紧吃点药啊，这给我打的。要吸一个，控一手 A 扎平 A 吸，你过来 Q 一下接台 ，Q 一下大过来 W A 接掏接平 A 吸，撇个雷。刚才我为什么 A 不了人了？不是，他那位置他拿不着了，他都没跟我，我自己杀了就得了吧，他也拿不着，算了吧，来个蟹手行，其实来个蟹手吧，这老瞄我，我整个蟹手。秒这个英雄其实要付出很严重的代价，我觉得如果没秒了，扎掏
平 A， 平 A 一下 A， 接个大招 A 点炎平 A 八。那咋那么多眼呢？要我说，咱撤一手吧，还能不能定了呢？剑魔搁那洗澡了。要呢？哎，空上了，空上，空上了！又是四 v 五赢了，那他们交了多少个技能？你自己想一想，这能一样吗？我们成功的吸引了火力，那凯隐答应我打出来，还让我打残了，关键是。关键是女枪有闪现，上一波女枪没闪现就输了。两个人现在应该打不过我，至少他们家得杀。至少都得杀，两个人肯定是打不过我。打小龙去了吧？打小龙去了。打小龙，我们拆上塔吧。拜拜。这波不是说我打不过他们，而是他们离防御塔太近了，我不好杀，知道吧？并且我们一会儿啊，如果继续打的话，对面的人肯定会都来了，就不太好打。这波队友得下路，我为他们吸引火力。为对手吸引火力，我们直接拆，漂亮啊，兄弟们！由于我们一直在拆高地，所以对面的思绪乱了，你知道吗？跟我们家打心不在焉，导致我们家这波团战赢了。他们打的时候就在想我，我这。